接身心呢、啊？你还真行啊！还是有人会卖两只，卖两只合起来，那应该没有人会卖龙吧？应该是卖小鱼嘛。这样你还是有六个人五星卡。那把嘎古来了，早知道把龙扔了、嗯。你们现在都想拿熊妈哦？熊妈有这么重要、哦？哇，这个喷火龙有点扯夸，一直喷。幸好我每个怪都很大，这个撞谁都要死。那不是幸好我很大吗？家里有鱼的。你还真行啊！现在的鱼人是都要在这边刷两下，一刷看一眼吧，没牌再考虑吧。哎、欸，有胡子，那么就是胡子啦，一斤两斤的胡子、欸，超大的，真的放置都很大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再添一斤，喜获孩儿，再添一斤。愿闻其详。皇上升六星吧，有卡雷又是另一回事了。皇上拿个蛇吧，要不要锁啊？有一个小家家吧，嘎咕，不是很诱人，不锁也没关系。四六走先出蛇哦，你们是想让他偷是不是？我不想给他偷哎、欸，他打不赢我。杀了他，天下太平了。杀了他就不会投了，有道理。期待蛇展开的那一刻啊！欸，蛇展不开哦，展开，展开！哇塞，怎么打到一展不开？十九，这会不会成为伏笔啊？表现不错呀，继续保持下去。这一团都不能扔嘛，所以只能换这个跟把嘎古了，剩下把嘎古能换了。所以现在是不是不能升星啊？进入一个早排环节，因为你升六星聚合体，首先聚合体也没那么容易出来，那、啊、就算出来了也就那样。而且九块钱升星，在你的运营上。发展上不太好，有点那么贵一点呢、啊。身为客家人的我们，怎么会花这么多钱升星呢？不可能的嘛！金钱力量，感谢高山茶，好喝啊，高山茶。嗯。欸，我是不是回，我是看到哪边了？怎么有高山茶？是绝神啊！感谢绝神。抱歉抱歉，看错了，把你看作高山茶了。自己配对起来了，怎么办呢、啊？我是不是透露了一些什么？我是不是透露了一些？多来点手下是个好主意。不可能的，口君不是那种人，不可能的。要喝茶吗？要喝茶吗？口君从不喝茶。啊口君三合一，好多亮亮，一斤两斤三斤，
我送他的蛇，他把阿且打挂，是不是？怎么会啊？李诺不是超级强吗？我不相信李诺会打输欸。蛇吊船把他弄死了，是不是？抱歉了啦，我怎么知道啊？我哪知？蛇还会吊船哦。还没用技能就被一个靠赛仔打挂了。表现不错呀，继续保持下去。我想要拿这一张欸，等等打到后面是靠小黄大作战的。有野兽，如果你有一个嘲讽啊，会差蛮多的。但是就一个嘲讽就好，也不要多，你就加一个。加一个比较好防。这个东西可以给他加二，给他加二。毕竟还没决赛，我也不可能一拳被打死，所以我先探一探他的水准。我先探一探，看他有多强。普通啊，普通，没很强。他打不赢我了。他八连胜被断。继续保持下去。是我的话。该不该送他一层的啊？那我就送他一层吧。该送泰斯一层了。这是个正确的战术。泰斯到此结束了，泰斯。我乜都唔惊，除咗游戏结束。刚刚送你一层，刚刚送你的好牌，我现在要加倍的要回来了。加倍的要回来，扩散我防了，因为我就已经针对他在打了。所以他打我是毫无机会的，毫无机会。同时我也升六星了。他这个只有大蛇掉伐木机，伐木机掉美克。哇塞，你就是这样子刚刚靠赛，这样子杀罗杰的是吧？是，你还想对我靠赛啊？四八四啊，还想靠赛？他的大蛇指定掉船呢，连掉了一堆船。我想他活到这里应该就是靠一堆船吧，从头赛到尾这样子，没错吧？如果我没误会的话，他应该是从头赛到尾。我也不太喜欢那家。这是换来的金币，我好兴奋啊！所有人都盯上你了。这个是一个默认他有红袍的站位，一号先爆他一只。哇塞，聚合体！别打剧毒，我求你啦！我吐了，你这个八七。哎，这个还打歪了。好了啦，我已经看过他的组合了，可以跟他打了。刚刚是没看的，看不到你啊，不知道怎么打。现在我看明白了，你就长这样啊。你回来了，哎，最近过得还好吗？不需要再养怪了，现在就是。
现在就是找金色小黄，连食尸鬼都不是很有大用，他的光盾也就那么一张。那家伙有可观的攻击力。这个牌没用，这个牌一旦没剧毒，你就白拿了，因为你现在就只需要剧毒。男爵金卡来真的了啦，各位。这个就恐怖了、啊，拿红袍，然后不要给他。蜘蛛合金、小黄合金结束，107。只要师傅站后面一点，不要被堵到就行了。现在就小黄合金吧，哎，然后有红袍可以卡他一下。小红缺一，两刷出来，最后一刷来了，不是你，也不是你，不相干就当没看到。聚合体都不知道合到哪里去了。男爵站前面破盾吧，反正我只需要把他盾打掉。127，挑战你！127胡子，一拳一个小朋友。什么是龙我不懂，我只知道一拳超人啊。玩得不错 ，One Punch， 雄伟大龙在我这边看起来就是小鸟、小虫。小黄合金是最大的提升了，没办法了，其他提升都很小，这是最大的提升了。如果触发到这个，我想就是命了。而且我还得先手，因为不先手其实就没了。Nice， 有没有机会？我就想问，完美拿全体盾有没有机会？全家盾我都拿起来了，行不行？我留一滴，留一滴难受。好，你去摸一滴，交给你，留一滴就是交给你啊，懂不懂？留一滴，哎、欸，留一滴，留一滴。哎、欸，留一滴！ Oh, no. 宝箱有机会啊！哎、欸，不行，这个不会掉东西，这不是上版本。我不会刚好挂了吧？啊！啊！勉强第三呐、啊，在众多妖魔鬼怪之下，夹杀之下第三。